Yeah. Check, check, check. Nice. Hi, my name is Kai Yuan.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开箱这个蓝光的 Forza 60C， 一个 RGB ACL 的 COB LED。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开箱这个。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来快速开箱。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Hi, my name is Kai Yuan.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这个蓝光的 Forza。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这个蓝光的 Forza 60C RGB ACL 六色的 COB LED。OK， 那我们就直接来快速开箱吧。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这个蓝光的 Forza。Hi, my name is Kai.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这个蓝光的 Forza 60C， 一个 RGB ACL 的 COB LED。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这个蓝光的 Forza 60C， 一个蓝光的 RGB ACL LED COB。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这个蓝光的 Forza。Hi, my name is Kai Yuan.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这个蓝光的 Forza 60C， 一个 RGB ACL COB LED。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OK， 所以这个 OK， 所以有一个小小的收纳。OK， 所以 OK， 所以我们有一个 OK， 所以我们这个有一个外面摸起来是布料收纳。OK，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蓝光的，算是硬盒，就是硬的箱子啦，然后外面是布料这样子。那上面这里有两个不知道是在干什么的魔鬼毡，我完全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待会来研究一下。哦，可能是背那个背带的时候要用的吧。这里有附一条背带，可能是上面要干什么用的，我也不知道。OK， 所以里面有一只 OK， 所以有保证卡说明书。OK， 所以里面有一个 ，OK， 所以里面有一个保证卡说明书。OK， 所以里面有一个保证卡说明书。然后一个有 V 挂接口的电源变压器，然后它是就是转 DC 的。我看它的功率是多少？90瓦的神奇的变压器。然后还有一条，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蓝光的 ，OK， 那这里还有一个电源，
那这里还有一个并，这里还有一个电源并压器，就是 DC 头输入。我们来看，它是90瓦的电源并压器，然后它上面有一个，这应该是有钢丝在里面吧，我也不确定，就是有一个可以挂在你的 C stand 上面啊，灯架上面，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V 挂接口，就是如果你有那种 Cooper 的 C 夹，然后有一个 V 挂接口，你就可以挂在上面。哦，砰！然后那电源变压器旁边还有两个小耳朵，然后这电源变压器旁边还有两个小耳朵，看起来是你可以自己。然后这电源变压器旁边还有两个小耳朵，就是你可以自己 DIY， 可能一个绳子啊，或者是干嘛什么。那这变压器旁边还有两个小耳朵，你就可以自己 DIY， 可能放束带啊，或者是干嘛的魔鬼毡之类的，你就可以把它捆一捆，就把它绑在你想要的地方。OK， 那盒子里面 ，OK， 那盒子里面还有一条这种 ，OK， 那盒子里面还有那个电源 ，OK， 那盒子里面还有一条 那盒子里面这里还有一条大概两公尺的电源线，然后这个电源线是这种充相机充电器这种神奇的头。然后它的线其实蛮细的。OK， 那盒子里面还有附一条差不多两公尺长的电源线，那这个电源线呢？OK， 那盒子里面还有附一条差不多两公尺长的电源线。那这一条电源线呢，就是都用这种充相机充电器这种头啦，就是应该还蛮常见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它还蛮细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优点还是缺点。OK， 嗯 ，OK， 然后这里就有我们的灯光本体啦，哇吼！OK， 所以这个灯光本体 ，OK， 所以这灯光本体大概90%都是塑胶，连这个，哦，这个座是金属。OK， 这个灯光本体呢 ？What the fuck is this？ 那这个灯光本体呢，大概有90%都是塑胶，就是它的。
那这个灯光本体呢，大概有90%都是塑胶，就是上盖下盖都是塑胶，而且就是 ，OK， 那这个灯光本体呢，大概有90%都是塑胶，就是上盖下盖啊都是塑胶，而且它没有卡得很紧，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晃动的声音。那它后面也整个都是塑胶，它除了这个侧面。看起来像是碳纤维的板子，我也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碳纤维，可能是造型嘛，或者是它真的是碳纤维。反正就侧边有碳纤维，其他的都是塑胶哦。有啦，这个连接灯架的这个部分，这整支都是塑胶哦，整支都是金属。哦，那这个灯呢，大概90%都是塑胶，像是这个。那这盏灯90%都是塑胶，就是上盖、下盖，然后前面、后面全部都是塑胶。它除了这个侧面看起来像是碳纤维的板子，我不确定是不是碳纤维，但是反正侧面这个应该不是塑胶。还有这个接灯，就是你要接在灯架上的这一根也不是塑胶，这个很扎实的一根。那这盏灯大概90%都是塑胶，就是像是我转的这个把手也是塑胶，这个把手也是塑胶啊，上盖下盖前面后面全部都是塑胶，它除了这个侧边的看起来像碳纤维板，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碳纤维，反正就是应该不是塑胶。然后还有这个接灯的这整支非常扎实，这个也不是塑胶，那其他的全部都是塑胶，连这个。连这一个反光，这个是什么？连这个标准罩，连这个标准罩看起来也是塑胶，它的里面呢，我就不确定了。连这个标准罩外面也是塑胶啊，里面看起来是金属啦。对，连这个标准罩外面也都是塑胶，就是它能用塑胶的地方，它都用了塑胶。OK， 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啊，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这个 COB 的保护盖，还有一条箱子的背带，就这样子，箱子里面就没有东西了。好，那我们就直接插电来玩玩看这一盏神奇的 RGB ACL 的 LED 灯喽。